位朋友您好，我是恩典之家的铁牧师，我想在这里邀请您在未来这一个周末9月18到20一起来参加线上的福音晚会。这是我们邀请 Dr. Leslie 来跟我们分享，面对疫情和火灾泛滥的当中，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好消息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呢？欢迎你上线和我们一起参加。大家好，我是 Christina， 我在 Beaverton Four Square 服侍。感谢主，可可兰恩典之家四方教会为我们举办的这场布道大会，请来了 Dr. Leslie Kegel。Dr. Leslie Kegel 是 Pastor Randy Remington 非常推崇的一位神重用的仆人。我们何其有幸能够跟众教会一起来参与这场盛会，期待下个周末跟大家一起来追求，一起来服侍，一起来收割。感谢赞美主。Leslie 牧师是一位恩膏非常强的牧师。那在之前恩典之家拉斯维加斯的这几次聚会中呢，我们都深深地感受到圣灵与我们的同在。那我希望这一次的培灵会呢，线上的所有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抓紧这一次机会，让圣灵来充满我们。Leslie 牧师呢，是我们四方教会的一个大的非常大的一个 leader， 然后呢他对圣经的理解非常的透彻，希望大家能借这个机会认识他，认识神。